在百忙之中还特别来陪同志坚以及我们另外12位议员的参选人来完成我们今天登记的一个程序。刚刚柯总召有特别讲到，这是一个会做事的黄金组合，1/2是新人，1/3是女性，有1/4的客家籍。那么另外呢，里头有不同的性别，有不同的族群，更重要的是不分年龄，充满了经验，要来为我们新竹市的市民来服务。那么这4年来，我们的建设的这个普尔法门，就是由小而大。好比说新竹火车站的改造，哇，这个前站、后站、前后站的这个改造工程完成之后，耳目一新啊，很近的这个新竹南寮渔港，我们投入将近10亿的经费。现在这个南寮渔港，我们当时要把它打造成渔人码头，那么这样的一个政见也已经逐步的在完成。